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然后我们现在玩这个手游是那个 Jump 系列的那个英雄气泡。好，我们来一开始来新手教学啊。听说现在那个排行榜好像是那个不会上，那排行榜是第二名的样子。现在 Jump UTI 大陆每一片土地上都肆虐着，内心被邪恶支配人。好嘞，难道你是外面世界过来的？好，来帮我们一下。来监视一下我修行成果。我来教你攻击的方法。点击气泡试试消除一个后，周遭临近的同色气泡也会一并被消除。做得好，再点击三次，大家就会发动攻击了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啊，蔬菜人。跟大家看到画面吗？可以。虽然不是集齐七个就能实现愿望的神奇珠子，但消除连接七个以上的气泡时，会发生很厉害的事情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连接七个气泡 ，Fantasy。必杀气泡，那我可以指定攻击的人吗？还是他是全体攻击啊？斩杀一头了。不能指定。一二，看一下哦，这时候要想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有七个了。没有。好像很痛哎！为什么？你这样点爱心吗？哎，回环爱心可以直接再攻击哦。超必杀！哇哦，超必杀！哇，超级赛亚人啊！五拳枪，哦吼吼！他没有语音是蛮可惜的啊。认可变二。偶像不能绑定账号吗？去的队伍开始，所以这四只是一开始就有的角色吗？外面好吵，友情努力胜利，友情技能发动。哦，
那有悟空的。太随机了吧。哦，这是转气泡的哦。那悟空嘞？哦，好，大概知道他操作方式了。克数嘛，那也是。哦，所以我刚才要消火，对不对？克林要消黄比较好。然后这些只，这是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啊，没看过，没看过这个系列的漫画。也就重射伤害会提高 1.2 倍，是不是？弗利萨，我会让你见识到超越地狱的恐惧。蛮多的，我会一起被干掉啊！还好还好，哎，有救援。我可以换人哦。剑心，哦，还有这种事哦。哦，救援我不能动，是不是？我还想看那个剑心的招式哎。火星流，帅！哦吼，红法出来哦！单体15000，哎，要走了、哦，胜利。克林，
完蛋。这个有规定吗？有建议的吗？哦，审美。必出自选角色。哦，我喜欢审美。啊，这个咧，心思。哦，是那个哦，点的那个系列才会出现那个角色的，是全市长吗？欸，不是，我想一下哦，我是想选优助或者是审美，欸，1650跟1095 1650 1650 1095，这剑心的攻击力血量也蛮高的。啊，要选优助哦，优助很帅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灵丸。啊，我想选神美啊，选神美好了。啊，好纠结哦。好了，神美来了哦。Go go。好像都不怎么好哦。啊，这个输入名字啊，这个通常是手抽完之后再绑定账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转蛋，转蛋可以有一些是每天可以手抽的，这样先跳过。关闭这个十连抽，每天有10次机会，一次机会啦，想错都没看过啊！超级西游，哎，那可以哎，这是哦，这个吗？哦，听到这次不错哦。OK， 好，我们可以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店家最爱。好，那我们，那可以耶，那这可以绑定了啊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这边还有一次。OK， 这样抽到牡丹，还有吗？还可以抽吗？优惠。每日限定抽，这是谁啊？《封神演义》哦，还有吗？应该没得抽了吧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角色。我的角色呢？可以添加成我的最爱吗？据点怎么变成我的最爱啊？角色卡片那边应该有资讯栏啊，编制队伍。哦，是搭配友情的人数是不是？最爱添加 ，OK， 哦，是这样子哦。那搭配谁是可以随时换的？那为什么克林这么高？为何？先不用玩克林吧，克林换一下，推荐配置。
杜正，杜正，克林，克林是三星的，三星的克林。嗯，这样子好了。虽然我不知道这只是谁，这是谁？五条右针，这个是什么相扑啊？好，先这样吧。好啦，那那是第一次玩这个英雄气泡啦，我们今天以这样子开局吧。好，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就开，点我们新片，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